你要先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帮我翻译，你是地主哎。你真的需要翻译吗？我需要哦。你真的需要国语这么烂的人帮你翻译吗？谢谢柯勤哥，今天太不开心了，柯勤哥。喂，从现在我要搞清楚呢，我要搞清楚，现在我要用国语还是用广东话来讲？因为喺嗰种国语对于我嚟讲咧，系一件好诡异嘅事嚟。你用广东话，我猜。你听得懂吗？我用猜的。条顶你啲广东话咁好，头先红日你都唱到嘅，听得明啊？如果佢广东话好嘅，俾啲掌声听下先。不好意思，他们说你的广东话非常广东。真假的？跟我的普通话非常普通一样。知道这首歌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越唱越快啊，是吗？本来是没有的，本来是一直一个速度的。那为什么要？后来因为 encore 唱了，唱久了就会乏解的，所以越唱越快。对，这首很难呢。啊，有一点点，但是你的发音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真的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耶、yeah. 哎！但是听说你的普通话好了很多啊。比之前好很多。哎，对，如果你可以，将前面第一行嗰啲嘉宾嗰啲名都可以讲出嚟嘅咧，用广东话你就真系识啦。你看，你知道那个有一点点胖胖的那个是全香港写歌词最好嘅人。洪威文。啊。王伟文，对，王伟文，你好，王伟文，你好。如果你下次不好意思啊，要出广东歌嘅话咧，就揾佢啦。有、啊。你要发广东专辑的话，你要找他。我先发国语专辑好了。哎，还有坐在他旁边的那个，要用广东话讲出来。金珠。我当然没说啦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啦。对啊，经典有机奶。系啦，我哋就由呢个奶嗰度认识嘅。过嚟，旧年嘅时候，我哋就做我们做那个我是歌手的时候，就是缘分就从一接戏开始的。对，缘分就是跟那个刚才你说的演剧奶一起的。喂，请问演剧奶你是有唱过吗？你有我是歌手。可以上来唱的，如果站在台上面的比她漂亮的话，她就不上来了。所以她才选我来当她的拍档。哦，那抱歉，你真的不能上来。哎，天国，你听说你的爸爸妈妈也在？我的今天在。我的爸爸在后台。在后台还没有在这边看啊。一起在看电视，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在那边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妈说我要跟长辈打招呼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李科奇啊。他是那个我朋友啦。朋友不是男朋友啊，我有老婆了。还有小孩，还有小孩。对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喂，这个地方你觉得蛮好吗？很好啊。对啊，我在九月份的时候也在这边开演唱会。对，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过来看啊。那个飞机票跟酒店都没问题，我叫他帮你订。可以可以，九月份是吗？对啊。我先记下来。九月份你要在这边开演唱会。唱了 ，overrun 了。讲话讲得有点久啊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？哎，为什么你有选这首歌？因为这首歌就是我想要
其实我每次我来香港唱会唱了三次广东歌，然后我都不约而同选到黄伟文老师作词的歌。我这不是故意的，我第一次唱《陀飞轮》，然后第二次唱《下一站天后》。没关系啦，全香港的歌都是他写的啦，反正。全香港的歌都是他写的。对呀、啊，好奇怪、啊，我这次想说选一个就是矮妹唱高妹正传。而且这首歌是你跟祖儿姐有唱过，我现在有点紧张。你说什么？因为你跟祖儿姐有唱过这首歌啊，然后我不知道她今天会。哦，你叫她祖儿姐的哦，祖儿姐你好，祖儿姐你好，祖儿姐。不然要叫什么？啊，祖儿，那广东话到底要怎么讲？祖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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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祖爷你好，祖儿，你好娘娘啊，你好娘娘，你好娘，你好娘，你好你好娘，你咪想话娘啊？即个娘字讲嘢都讲唔出口系嘛？即你好，你好娘，你好娘，你好娘，你咪想讲娘啊？我说你好娘娘，你好娘娘娘仔啊？靓靓靓靓靓，你好靓，系你好靓，你好靓。好好，我唱歌。哈哈，你好靓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介绍还有一个，这个叫许廷铿。他不是唱歌，他是牙医。哎，牙齿有没有问题？问口红啊？是啊，这一代的非常好的歌手，对，唱得很好。我们待会再认识。啊，都注意全民昆虫的蚂蚁啊，都。听不懂。不要是这样。听不懂。